好，变成共同的生活，那就跟别的家庭可能不太一样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，喝古方红糖，真情六十秒。我刚才听主持人说的，我产生了很多感慨，因为我跟你认识到现在，我真的发现我们真的就像过家家一样。我一直都想找一个能相互依靠、能一起过日子的，而不是那种发现大手大脚的，哎呦，什么事儿都不顾及后果，不去想未来，只享受在当下。我跟你走在一起，真的，我特别累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继续走下去。为什么？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在这个行业里能找到一个让我能爱上的女孩，而且还能信任，当初的信任，现在没有了。如果你能改的话，花钱不要那么大手大脚，不要总是猜疑我，也不要总是。时间到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谢谢啊！来，请关门啊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牵着你。先生，你记住那个严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你要跟人过你就别拧吧。就是如果你老婆变成了你希望那种女人的话，估计你也不会娶她，她也就没有魅力了，所以别拧吧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我相信我们能缔造奇迹，我也相信，听了主持人的话，我也相信我们能走下去，因为我相信我们还有未来。好了，回家抱啊！哎呀，这个少点应酬，多点给自己的时间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那场幸福之旅，那天难回忆。